现在讲的是用 Weebly 架站软体所架设的一些范本。有很多人以为一定要用 WordPress 这样子比较艰难的软体，才可以把网站架得非常专业。事实上啊，有很多样板哦，只要你有办法处理得漂亮的话，这个网站也可以非常非常专业。就好像你现在看到这个网站啊，这个网站你以为它是用 WordPress 架的吗？哦，你看一下它的架构。事实上，它并不是用 WordPress 这种架站软体去架设出来的。好，你只要看这个网址就知道了。我相信做网络行销的人，你都看过 weebly.com 这个网站。这个网站呢，它提供很多免费的架站工具让你去使用。然后呢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，你即使不会维护网站也没有关系，你不必担心骇客入侵的问题，你也不用去担心以后要更新的问题。所以，我非常的推荐初学者或者是一些中小企业主、创业家，你们如果没有技术的能力，可是又想要快速的在网络上去创业的话，我会建议你使用这个 weebly.com 的网站。但是呢，有很多人架设出来的 weebly.com 的网站呢，都非常的没有设计感。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并不是这个网站架设出来的效果会很难看，不是哦，是你不会去改 CSS，你不会去排版，那你不会去做美工，你不知道怎么把图片处理得漂亮。那这时候呢，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？哦，第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你可以去把照片漂亮，拍得漂亮一点。哦，第二个你可以去购买这样子的样板。那很多人不晓得这怎么做，然后第三个是你要有很棒的样板可以去套用。那如果这个技术你都不会的话，你就要花很多钱，要花好几万块去请人家帮你做网页，而且做出来的网页呢又没有 SEO 容易被搜寻的效果。那你这样怎么做网络行销呢？所以我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几个样板。我本来是想要用图片跟那个文字来说明啊，可是这个样板有很多动态，很漂亮、很棒的画面，我不得不做影片让你看见。所以这个样板就是有影片在最上面这个 header 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样板，就是这个部落格，它也是用这个 Weebly 的系统去架设出来的，它的部落格样板。你看一下，部落格里面也可以插这样子很棒的影片。然后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呈现，好，这是它部落格的样板呈现啊。像如果你是卖西装的，哇，这样子看起来很专业，很棒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子，所以其实漂亮的照片在整个网站里面的元素哈，是占非常非常大的比重，可以让这个网站非常的专业。然后这个是另外一种部落格样板，哦，像这样子，这是一个部落格样板。那我们再看其他网站的版型有什么样的哦，你不要怀疑哦，这真的是 Weebly 做出来的哦。你看这个网址 weebly.com，它连网址都没有改，直接给你看哦。那你看它会这个样板，就是它自己会轮播它的大图，然后再去看它底下的排版，它底下的排版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却很专业。然后再看这种它的样板版型。它的上头的大图啊，它会自动去轮播，而且这个轮播之后呢，上面这个按钮也可以自己去设定，去拖拉位置、拖拉放哦。那像这样子，它上面可以去输入文字，甚至像这一个，它上面可以去放置你自己的按钮，然后按钮点下去的时候呢，可以连到你要的网址去。那我们看底下它的这些样板的版型排列方式，都很专业、很漂亮。还有这一个也是，哦，像这样子的样板。然后还有这一个也是，哦，像这样子的样板。然后像这个也是，像这样子的样板。上面可以去摆放你输入的文字和图片，好像这样子。所以你以为 Weebly 做出来的图片都？的那个网站版型都很死板嘛？不会哦，不会哦，哈、哦。主要是我们这次为什么创业懒人包，哦，网络行销懒人包，我为什么要出这个网络行销懒人包？因为很多人他还是不知道 WordPress 怎么架设，甚至有很多人不晓得什么是 WordPress。好，那
你如果要做网络行销，你必须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好自己的网站嘛。可是因为我们的课程强调就是低成本创业，那你低成本创业，你就要自己知道怎么样去做好一个很有行销效果的网站，而且这个网站要能够不会被攻破哦。你如果说又要去学这个网络架站的技术，然后又要去学行销的方法，又要去学那么一大堆行销工具，那你要在短时间内创业，你光是要搞这些网络行销的工具、架站的工具，你就要花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，没有骗你啦。你如果说智商很高、很聪明的人哦，你至少也要好几个月啦。那你好几个月的时间，你是完全非常挫败、非常挫折的，在这个网络行销的工具上面，还有建站系统上面，甚至你网站建好，好不容易建好了，然后被骇客入侵，然后更新的问题，一更新整个网站要挂点了，这是我们以前这10年来都碰到过的问题。所以经验的传承啊，我告诉大家，为什么我的课程会卖这么便宜，都目前开的价格才几千块钱而已。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已经懂得这些人哈，已经你假设你已经上过其他网络行销老师的课哈，你应该都已经懂了整个架构了。可是我相信80%的人哦，花了七八万、十几二十万，花完了这些钱之后哈，还是不会做啦，或者是你做下去还是很卡啦，那你怎么办？你与其如此的话，我不如我就花几千块钱让你去学这么多东西，而且我是努力让它化繁为简，让你连 WordPress 都不需要学习，你只要用这种单纯的远端租用，不用租，远端租用这个架站系统，它已经帮你架好了，你只要去里面把这些元素填上去就好了，而且可以把它处理得漂漂亮亮，非常专业。那这个就是我的网络行销懒人包里面的其中一个课程，而且是第一步的课程，让你快速的把自己的网站建立起来，而且不怕被骇客攻击。没有流量的限制，没有容量空间的限制，让你的网站可以很快速的发布给全世界人都看得到。